很多年轻人在选购一款爱车的时候，愿望多多，既希望颜值高，又希望性能好，最好在价格亲民，好负担。要找高性价比梦幻跑车，还有几款不错的 SUV 可以推荐的，几款被称为钢炮上的小 SUV， 现代 NTino， 现代全新推出的 NTino 可谓算是 SUV 界的小钢炮。这款以年轻人为目标消费人群的新车，在现代一贯的传统风格中显得独树一帜，意气风发。1.6 起的发动机将马力提高到177，匹配 7DCT 双离合变速箱，7.8 秒即可加速的百米，完美满足年轻车主们追求高速和刺激的跑车梦想。大胆前卫的设计风格赋予了其时尚和个性，车头分式大灯组异常醒目，悬浮式车顶搭配双色车身，潮流感十足，车身颜色多达8种。如果想在车水马龙的街头炫出位， NTino 绝对是你最好的选择。除了高配置、高性能、高颜值，最吸引人的应该是它的售价了。四款车型的售价区间在12.99到15.59万元，小编推荐的 1.6T 智联版仅需13.99万元，超高性能比，你还在等什么呢？雪铁龙 C3XR 同样是2018年度改款车型，八款车型的价格浮动在10.88到17.18万元之间，动力选择非常丰富，满足了车主对不同动力配置的需求。1.6T 的发动机也能做到8.47秒的百里时间，可谓是相当不错了。小编推荐的 230PHP 自动智能售价为14.98万元，1.2T 的发动机和6档手自一体的组合，也足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。相比于现代 NTino 的标新立异 ，C3XR 的外观延续了法系雪铁龙的一贯风格，车身轮廓依然简洁流畅，内部空间的设计主打大气舒适。虽然不属于一键清新款，但足以日久生情。捷步自由侠 1.4T 的发动机和 7DCT 的组合，使得加速成绩达到9.89秒，已达到了紧凑型 SUV 的水平。全部车型价格在13.48到19.68万元之间。在外观上，自由侠就像 SUV 界的小黄人，只要一眼你就能为其呆萌的气质所吸引。特别是当你是女司机，宽厚的车身略显敦实，内部设计又带有捷步的一贯狂野风格，内饰有许多时尚的设计元素，很对年轻人的胃口。小编推荐的 180T 自动高能版售价为14.98元，性价比也是杠杠的。这样车底轻盈、性能突出又经济节能的三款 SUV 你还喜欢吗？更倾向于哪一款呢？别看它们小，它们可是不好欺负的，分分钟释放小钢炮的威力，教你做人。